特别，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享受在基督里面跟你三度的时刻。我们安静我的灵，我们耐心听候你所要对我们讲的话。主啊，帮助着我，安静着心，安静着现主持我每一个人的心，直到我会当搁再一遍测验着你家己伫我中间的作为。愿你家己的话会当正做我路径的光头前的这个道路引出，帮助着我，继续锻炼着我。予阮会当坚信我靠你，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正欢喜。咱主日来到上帝圣殿的时阵，我唔知每一遍你拢带着什么款的心态来到你教会中间。我真期待，恩望咱让三个做伙通过着上帝的话，参照一面镜，看到家己的现状。我唔知道你还佫有你思考着八福无？求上帝灵，让咱通过着了解着整个八福的中间，咱所需要一层加过一层的操练。我有讲过，这无可能马上就会晓，所以咱需要常常提出来，并且咱默想了后，一层加过一层。咱来打开咱的心肝，咱就爱来到主的面前，确保真做一个伊所要享受福气的人。然后咱接续对着伊有所需的中间，就是要来回应着这个八福的中间。顶礼拜伫这个所在，甲大家兄弟姊妹讲到着属灵的福气第一段，有人会记哩无？顶礼拜讲到啥？啊，可能未记哩啊吼，无要紧。通过着第一章第三十甲第十节的中间，咱做伙三甲你看，着咱是一个被拣选的人。兄弟姊妹，这是一个何等的福气！这呢侪人类中间，咱看见上帝看重着咱，并且用重价将你我挽回倒转来。今仔日咱无搁再受着黑暗关系的这个辖制。来用一个叶牧师以前所讲的，今仔日你我拢已经伫耶稣基督内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所以咱会当了解，今仔日咱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度中间，然后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加做上帝的儿女，予咱会当知影，像是跨党这个身份。咱今仔日，咱家己本身这个身份，咱了解明白了后，咱就要活出着甲这个身份相像的行为来。过来，咱看见，咱整个的过程的中间，我顶礼拜有讲，就是要予上帝得荣耀，予上帝恩典，主的恩光，伫咱的心中也通过着咱，予人有机会看到伊，会当知伊的英美。所以最后，我就甲兄弟姊妹讲到着伊的救赎甲赦免，这就是咱伫属灵的内面第一项，咱会当领受，并且会当得到的福气。今仔日咱三个做伙刷落去的经文，伊安尼讲，咱也伫伊的内面得了得，也就是做成。咱伫伊的，咱也伫伊的内面得了基业，这原是迄位随着家己的意思行最万事的，照着伊的旨意所有定的。叫伊的荣耀对咱遮的修身的基督内面有恩望的人，会当得到阿乐。所以遐伫今麦说来去经文的中间，真清楚的，要予咱看起着几项物件。第一项属灵的福气究竟是啥物？就是要得基业。伫这个所在，伊讲到一个，讲咱是伫伊的内面得了基业。你有注意看到伊这个寡妇的部分无？遐伫今麦你。那你读圣经的时候，有当时这些寡妇的部分嘛，足重要。咱看起，咱是借着耶稣基督，唔是因为咱的行为，唔是因为咱家己本身的资产，乃是你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一项足重要的是，你需要立定，并且清楚知影你是伫基督的内面。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并且愿意将你的活命交你的手中。过来，你需要活出着。甲你接所接受的同款的信，所以咱顶礼拜讲到啥物？讲到讲，咱因为安尼会当得到囝的身份，但是今日佫甲你讲，唔是干那囝的身份真重要，甲你讲，你要得到基业。哇，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好顶的，意思是啥物？上帝国度中间，若讲用即卖观念，你会当分财产。上帝的产业成做你的产业，这就是啥物？囡啊！今日咱袂当随便佮一两家庭的中间，我要甲你分。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要将财产分给你，除非你什么？除非你是我的囡仔。
说就是你是我的亲人，除非你跟我有关系，所以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个地方说，我们在属灵的里面，我们得到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基业。然后我说这个寡妇的部分，他跟我们说那才是做成，意思是什么？说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做成了基业。原来你我本身都是基业的一部分，我们成为上帝国度中间的基业。那你现在这是何等的一个我们值得来珍惜的，因为这就是什么？属灵里面的福气。所以在这段圣经的中间，我真期待盼望我们可以了解，当我们想到基业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基业的时候就想到财产。财产中间每一，尤其是台湾人最看重的都是土地，对吧？所以我们就看见房地产，尤其现在很主席买厝没那么容易。昨晚这个开讲的时候，你说到说，但那当1995年我买第一间厝的时候，那当时就说，哦，很困难的，一间厝13万，哦，买得很艰苦的。现在的孩子毕业了后，一间厝13万跟买有厝，以前那利息6.8%，我感觉说，哦，够贵。现在的孩子贷款多少？8点多，7点多。那你现在我们看见到，就是我们要怎么去珍惜，并且我们知道那很重要，一定要买，但是要怎么去买，要怎么去有。所以我不知道你有发觉吗？这是一个很主席很多人在讨论的，就是说，就说外国人可以买吗？就是因为可以买，所以才今天才做成这样吗？对吧？今天很多人都是外国有资金，然后拿来，来 Richard， 我给你100万，凊彩你买，对不？Richard 就去甲凊彩买啊，买了后咧，咱就买袂起啊嘛，对不？所以咱就求上帝能帮助着你，甲帮助着我，会当知影有迄个产业的本身是何等的重要。我以前去迪士尼的时阵，迪士尼有一个广告，我唔知恁有注意无 ？On a piece land of U.S.， 伊要卖你啥？伊要卖你伊的 time share。伊讲你唔免买一间我的 hotel。你会当参加我的，至少一个部分会当是属于你的。我甲问讲，我若买的时阵是有偌大？伊讲啊，depend人看你摕偌济钱出来。我讲我甲你买上低，伊讲 OK， maybe the dot。dot 嘛是我 on 的呢，所以即使你遮尼大，我 on 一个 dot， 你就有机会去使用，你就会当知要哪去用。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啥物？基业。基业的本身，予咱感觉足宝贵的。感谢上帝恩典，予咱伫伊的内面知影，咱需要真做伊的基业。遐伫即物，咱看起着阿伯拉罕。阿伯拉罕当伊上帝呼召伊出去的时阵，要享受伊啥物？上帝要享受伊的，毋是叫伊做一个游牧民族呢？上帝讲，我要予你的是土地。今仔日咱看起巴勒斯坦甲以色列，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伫迄个所在啊。巴勒斯坦讲，这是阮祖先予阮的土地啊。以色列说什么？这是上帝永远要给我们的地啊！所以在那个所在，我们就看见用人的帝国和上帝帝国中间的差异啊！所以当上帝呼召到阿伯拉罕，跟他说的时候，我要给你的产业，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是只有一片的土地，土地的本身背后就是财产。所以上帝的赏赐，亚华只是阿伯拉罕说，你就要离开本地本族别家，往我要指示你的所在去。我们看见这就是上帝的稳定和相处。今天没听到我们在美国的地方买厝以外有一个心灵上的土地，兄弟姊妹，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里面，我一直跟我们说，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伊甸园。这个伊甸园的本身，每一个人大小完全不相像，但是那个部分是要让你享受跟上帝同在的甜蜜。上帝创造整个宇宙，上帝创造整个地球，看大项拢总是好，但是伊无完全完，伊无全部拢总予亚当甲夏娃。圣经内面讲啥物？伊将伊安置伫伊甸园的中间，予伊伫迄个所在看守，然后来照顾。咱若看起，这都是上帝予咱的。今仔是上帝伫咱的话嘛中间，予咱一个小家庭。今仔上帝予咱的一个教会。咱伫这个范围的中间，使甲做伙来做管理的工作，来做照顾的工作，伫中间享受甲上帝同在的快乐，咱会当向上帝求，求上帝扩大着咱的境界，
如果上帝若稳准，上帝若祝福顺，咱就会当看见，咱要真做大国，咱要真做一个大。所以咱就看见，这都是一项物件。那你今麦安那，让恁更加清楚呢？这间有人看过无？我相信大家拢看过嘛。但是咱在座中国有真正冇看过嘛？今麦搁一个，我一天带这个客船道甲两船道，我挑工船登去看。我讲这就是到三基督教会，但是。这个进前教会里头，这个进前教会嘛有呢，不是无呢。教会不是刚对这开始的，这个进前，那么是流离失所七拜啊，要去讲救教会啊，有哦。所以上帝呼召着咱，啊，然后咱组织，啊，组织了后对当趟啊，然后一直搬，一直搬，一直往北迁，一直搬，一直搬，然后一直，然后这个，这个讲啊，我无得去招你啊，你得去找所在，啊，你去找所在，一直刷刷到尾啊。买了跟你去啦，有无？上帝赏赐稳定，上帝给咱在这个所在，在家人的所在，上帝赏赐这个教会，给咱在那个所在有一个产业，也借着这个产业来服侍着咱的骨肉至亲。但是经过了二十几年了后，上帝又一遍呼召着咱，讲叫咱着搁恩白。然后十年了后，上帝叫咱就开始搁再建造着这个殿。那你今麦你有看见无？这个背后的本身就是什么？地基业，地基业的观念就是让咱看起你无受伤的时阵，上帝在你我我们中间，借着你我要扩大着咱的境界。那你今麦莫干那停留在物质的部分，我要问的是，你今年有比去年更加认识上帝无？当你地基业的时阵，属灵的基业，你到底值的是偌济？那你今麦我真求上帝一定帮助着咱。真正在主的恩惠中间，上帝给咱那么多应允，你有经历，你有领到多少的应允。今天上帝要给你，像说昨天，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台湾的101那个啥，四千几块的白费有哦。哇，大家我要去吃，敢有影？你去到那里，你敢吃下去？你敢有材料吃？但是除了吃以外，我要讲的是，咱求主的灵帮助着，咱上帝有这么多的丰富。今日你领受的是什么？你愿意领取的是什么？你的信心是不是愈来愈徛在？今日这首诗歌叫做什么？诗班？祈祷的是这首诗歌是你祈祷的时阵唱的吗？这首诗歌常常你当时唱的，你对主礼拜的时阵唱的。兄弟姊妹，你若注意思想那个歌词的中间，充满了济济的应允。上帝应允咱有一个主体，当咱的灵魂离开咱的身躯的时阵，你知影有一个基业在听候着你，你知影你要去倒位。所以当咱信耶稣了后，我常常嘛甲我家己讲 ，I own a piece of land in heaven。你上帝国度中间，我嘛有一个所在，有一个主体。耶稣讲，我起源是为着恁避难所在，那无我早就甲恁讲了。既然伊是为着咱避难所在，顺咱去。耶稣，我来啊！耶稣讲什么？来，这间给你住，有无？所以，瑞叔最近咧招讲要去乌克兰嘛，住一个豪宅，我叫伊买起来，以后我就当去啊嘛，对不？系啊，十个 acre 呢，无偌多嘛，对不？吼，瑞叔买起来，买起来，买起来，哎，啊，恁教会拢总会当去。啊，然后美香姐就讲，我见伊咧靠死，我好啊，买。我拢讲恁去买，买了后咧，我才来就好啊。所以，咱就看见，迄个什么？迄是一个 piece of land。还是讲 piece of property， 但是这个 property 的本身，唔是所有人拢会当用啊，唔是所有人拢会当去啊。我若甲美香姐讲，美香姐，你咧靠谁当招我去无？因为伊讲唔安排，我甲你卖下。挪威就是挪威，都讲不管我要去，我嘛反正我知你到。伊要有 gate 啊，到 gate 的时阵呢 ，no， your car i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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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叫 turn off 啊，对吧？叫你啥 ？U turn 啊。所以咱就当看去，这都、就是。咱求主的灵在咱的心中，让咱在上帝的国度中间，咱得了基业，并且咱家己本身也是基业。既然那是咱的基业，你去的时，我相信咱若回去台湾，我相信今年足侪人回去吼，啊，一寡未倒回来。台湾即摆拢真侪拢做公务啊，公务的一楼通常拢有人在顾。啊，你即摆去到遐的时吼，伊就问讲，你要找什么人？我讲我要找什么人，甚至我要去找阮姐夫。我就讲啊，我是江东龙啊，我要传姐夫，你姐夫什么名？啊，阮姐夫什么名？伊到底倒位？伊就佫敲电话，
你要回去哩无？啊，阮姐夫就爱讲啊，电梯干那甲引导啊，再当入面俩。迄个什么？迄个什么？如果今仔日我那是内面的住户咧，亲像我特别登去的时阵，啊去拜访着这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坐去食饭了，倒来，无事来阮家坐一下。去到时阵，电梯就入面啊，就起哩啊。我讲啊，我顶一边来都足麻烦的，你拢免麻烦，我倒住伫遮。你有发觉无？今仔日你我嘛是安尼，你熟练基业的内面兄弟姊妹，你是需要经过着门房，你去个所在，甲你审查，还是你会当直接就入去？所以今仔日你我做伙伫熟练的内面，我求上帝帮助着你，咱也伫伊的内面，就是伫基督的内面，成了基业。咱家己本身嘛是伊的基业，既然是伊的基业，咱就有机会，并且咱就是会当大胆入去到伊的内面。所以咱看到这时阵，咱就爱看见，这个基业究竟是有价值了无？究竟是有价值了无？大家拢讲要买厝，要买厝，要买厝，要倒买，啊，看倒位上俗去买，你去买一个足增加的，完全拢无病院、无学校的，遐嘛足俗的啊，就一个恁离迄个所在啊，你买了后嘞？你去买阿拉斯加，迄个上深山内底，有一个 piece of land， 10万块，俗无？俗啊！你住伫遐，完全无朋友啊，完全无法度啊！我甲无孙娘讲，无孙娘，我足想要搬去增卡，然后上好去迄个增卡中间拢无厝边，上好嘛对无？吼、哦，足快！但是无孙娘叫我去讲，你去隔壁借一个厂啊，我台赛车去爱骑马呢，啊，你要多开几万所在俗啊！但问题是，伊敢有价值？咱要做投资嘛，同款嘛，真侪人过去。这个咱以前 Preston 哦，迄个所在，迄个拢种荒芜哦，大家都感觉爱土地，嘛，甲卖掉好啊，卖掉了后，即卖咧，有一个人走去伫这个 Grand Prairie 哦，即卖你看，即卖 Grand Prairie， 以前根本无价值的所在，即卖咧，整个75，你捌听过以前叫做 Anna 无？我毋捌听过有一个 city 叫做 Anna， 还够啥物？够足侪款地名，以前根本都毋捌听过诶。啊，即马咧，迄、那个所在突然间拢变到真贵个房地产，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判断着即个基业究竟有价值来无？唔是伫咱个手中，是伫迄个设计人个手中。伊家己本身对着整个个都市规划已经有一个规划，然后你知影要安怎来买，要安怎来做。今仔日咱伫上帝稳定个中间，敢毋是安尼？今仔日咱今仔日来看啊，我那个咱个教会那个是细细教会，啊，咱个真正美势。但是在上帝稳定的中间，上帝要借着这个教会，予更加侪人有机会通过这个教会经历到伊的时阵呢，予咱每一个人有机会感受到伊受改造来成做上帝国度的百姓的时阵呢，所以咱就看见我真爱一段经文。伊说阿叔安尼讲，旷野甲打扫的所在必然欢喜，沙漠也要快乐，佮有玫瑰咧，要亲像玫瑰咧开花，要开花茂盛。落上加落，并且要欢呼，黎巴嫩的荣耀等等者，兄弟姊妹，这段圣经我为什么喜欢？因为沙漠的内面，上帝会当开江河啊！你无路的中间，上帝会当来引出道呢啊！所以咱就看见旷野甲大扫，本来是指着逆境，但是来到你上帝手中的时阵呢？今仔日你我人生敢毋是安尼？今仔日咱伫工作嘅过程敢毋是安尼？咱嘅家庭、咱嘅囡仔问题敢毋是安尼？今仔日咱是要尤其靠家己，还是今仔日咱要靠上帝？今仔日咱要对上帝遐，上帝我是属你嘅，互你差派，互我成做一个敬畏你嘅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嘅开端。所以咱就看去第二，讲到义地。兄弟姊妹，这段圣经嘅内面究竟有讲到义地无？我想足久嘅。恁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迄叫恁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伊，就受了所应允圣灵加做印记。圣灵加做印记，我正想讲加做一个基督徒。今仔日咱好，知影咱有一个新的身份，咱也加做上帝的产业。但是这个过程的中间，如果若无有异地，你会发觉。你的活得很艰苦，为什么？如果你是受伤，今天我这个脚，这个啥，这个十字韧带断去吼，断去了后我去做手术，还是讲我干脆就买手术，脚就行了拜咧。你讲要带我去迪士尼佚佗，你讲要带我去倒位佚佗，我有才调无？如果我若无被医治，若无被医好，
搁较好的环境，我无法度享受。这段圣经的内面，甲咱讲，恁既然听到真理的道，就是上帝的话语，说来去甲你讲，就是迄叫恁得救的福音。所以是啥物？信息。牧师，大礼拜你这个所在所传讲的，就是期待、盼望你会当清楚明白，上帝恩典是何等的长阔宽深。主的恩惠，主的疼，是你、你我的周围中间，只要你若打开你的心门，伊就会当入去。说来去讲什么？呀，信了基督，既然信伊，后壁面对什么？受了应允圣灵的印记。所以是什么？比如讲，咱一前一阵啊，这个什么？这个 pandemic， 咱去 pandemic， 咱伫 pandemic 过程的中间，你要坐飞机、要坐船，一定要有一项物件，叫做啥？疫苗接种卡嘛，对不？啊，你若要去日本嘛，是啊，有什么 green 加什么 red 都有哦。每一个国家拢凭着你到底有注射无来做一个证明，迄叫什么印记？印记的本身是表明你是本身已经有保护、受保护，还是安怎？所以你这个所在，咱就看见同款的道理。今仔日咱信耶稣了后，咱今仔日吃做伊的产业，但是咱慢慢借着上帝话语来修正着咱旧的性情，和咱的心灵所受的创伤会当得到医治，并且爱医好。所以当耶稣基督甲迄个变水38年的人，伫这个西罗斯边啊，伫迄个所在问伊一句话，毋是来我替你祈祷你就好啊，毋是，你要好无？伊让这个人有选择。这个人在那个所在，他可以跟耶稣回答说，我要得到好，但是他有这样说吗？没有。 他怎么回答？他有怪罪别人吗？对吧？所以在那个所在，他就跟耶稣 说，我知道水如果重的时候跳下去就会好，问题是水重的时候怎样？别人比我更早跳下去，没人要让我啦。啊，如果再来呢，我就变水，无到顶当，也无人要甲我弹落去。所以，什么人唔对？伊的人生拢是充满了安的。今日同款，今日咱人生中间拄到问题时阵，咱怪咱爸母，你若不像王已经喊你好个，你若好个时，我其他就变安尼。四周我嘛免上班，就会当趁钱，免上班免啊趁钱。但是咱若看见着怪环境。我今天真要娶你好，我都人无定着，我都安怎？我今天来去娶迄个时阵呢？遐底是无定顺了。我若今天真要嫁你，我来去嫁迄个时阵，干么呀？你家你囡仔讲啥？我若要生你，我若是生像人这个安的时阵，那我偌多偌，干么呀？迄囡仔敢毋是你造成的？所以遐底只咪咱真济时阵，就是因为咱心灵上的受伤，甲着迄个歪曲的想法，直到咱无法度伫主的面前徛立得住。咱需要求主帮助着咱，听过着伊的道，咱专心领受，然后呢，咱求主的灵，予咱会当伫信伊的内面得到上帝的印记，就是啥物？咱愿意予圣灵来管理。所以，这个圣灵是咱伫基业的凭据，你有看见无？去到上帝的门，这个天堂的这个门口的时阵，唔是甲彼得问讲有没有我的名字？甲牧师将我的名单上来遮无？不是，今天咱是啥物？看到你身躯有圣灵的印记啊无？所以伊讲啥物？直到上帝百姓被赎，予伊会当加做荣耀得到儿女。我就想到伫这段圣经以色列书47章中间，伊对我讲：人主啊，你看见着啥物？伊就带我登去到河边。我登来到河边的时阵，就看见这个河甲那边的花中间有真济的树。伊对我讲：水往东流去。要到离阿拉巴，直到海，所出来的水要流到沿海，让水变甜。原文是什么？是着异地。沿海本身是无法度有物件，无法度有生物的，但是因为这条河会灌入去，咱看见上帝和以色列看见着这款的异象。咱求主的灵帮助着你，帮助着我，会当知影，原来圣灵就产生一个活水的江河，借着伊的洗净，予咱今仔日会当得到医治。我甲兄弟，我甲这个三个牧师作为分享的时候，我就捌甲伊问过这个问题。我讲，这杯水内面有真阿渣的物件，要安怎将这阿渣会当揢出来？
不是倒掉尔，因为你内面一定要有水。若要让伊阿早的物件会当起出来，就是一直将新的水灌落去。当你若注意看新的水灌落去的时阵，伊就会开始慢慢慢慢将遐杂质会当解浮起来，然后流出去，直到最后当保持着完全，保持着清气。今仔日你我嘛是同款，咱今仔日正阿说，唔是停留伫过去，迄个我做小姐的时阵，我做少爷的时阵。那是你每一天都在圣灵的管理下面，让圣灵不断的浇灌，每一天经历到圣灵的充满，让咱在里面可以得到医治。这就是属灵的福气。属灵福气第二项就是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当这个何西阿书里面说，我要医治恁背道的病，甘心听恁，因为我的受气恩你宽度。我不要继续读兄弟姊妹，何西阿书是什么？何西阿书是一个有表上帝用着带，让伊去带淫妇来代表着伊本身甲着以色列百姓的关系。伊甲伊救回来，甲伊医治好，然后伊阁出去，然后阁去甲伊找，然后阁甲伊找回来，阁甲伊照顾，阁甲伊医治好，啊，然后伊阁出去。迄个即卖伫即个所在，咱就看见，伊讲我要医治你背道，意思是啥物？违背上帝心意的罪啊！所以咱求主的灵，这个啥忧伤痛悔的灵，上帝的确无轻看，所以伊甘心听咱，咱就愿意用听来回应。所以兄弟姊妹，最后这项物件得到恩啊！一个得到上帝产业的人，一个有主恩惠中间的人，咱唔通袂记住，咱家己本身是基业，也真多基业，咱家己本身和上帝的主爱双手来抚摸，并且已经得到医治。但是呢，兄弟姊妹，就算咱连问讲，啊，过来咧，啊，我要安怎会当知影？这段圣经甲你讲，叫伊的荣耀对着咱修身伫基督内面有盼望的人，会当得到了。兄弟姊妹，信仰的确无有隔代，也无遗传的。信仰的本身有可能，有当时阵嘛是一个选择。和你每一工会在背经的时。你是选择要跟对上帝的脚步，还是你犹原要行家己的脚步？今仔日你愿意对着上帝话语的中间来认捌这位上帝，还是你敢那听别人讲来认捌这位上帝？所以你这个所在讲什么？讲咱爱伫基督的内面有盼望，唔是伫教会内面有盼望，唔是伫牧师的内面有盼望，乃是伫基督的内面。今仔日你会有基督。真多你的救助，并且真清楚明白你甲伊中间的对话。我最近一直咧操练一项物件，就是一天至少安静十分钟。这十分钟卖听音乐，这十分钟卖去看物件，这十分钟单单家己安静落来，甲主讲话。迄个怎话一开始就足困难的。第一摆我安静落来时，我阁是足久的啊，一看表啊，一分半尔。原来要安静无遐容易，但是慢慢慢慢，你就爱操练。我唔是讲叫你坐禅哦，嘿，我唔是讲你在魂游向外哦，唔是。你爱本身学习安静伫主的面前，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伊讲什么？讲你就爱安静，因为我知影我是上帝。佮如果你若是你若写过一本册，作出名叫做《善恶甘那村》啥？算到敢若剩钱，迄本册的头前敢若你讲迄个故事尔，后壁面伊咧操练，叫你安怎安静。但是兄弟姊妹有偌济人买本册，看了后咧，好像敢若看前言尔。这个人算到剩钱，后壁面这个牧师安怎带领着你，拢无你照做，也无你操练看卖。我以前嘛安尼，看完哦，看完就好啊。但是呢，即马我知影，我需要操练安静，所以。安静，让我知影我伫主的内面，并且我搁一边甲定心、甲主连接。连接的目的是背后中间，我知影我有迄个隐形的愿望。所以第十三节、十四节，搁再一遍强调，让咱知影咱是一个有愿望的人。百姓，你甲看原文就是啥物？产业。所以搁再一遍强调，你我原来拢是上帝国度中间的产业。既然是产业的顺，是咱对着上帝来负责，并且咱也归属伫上帝的中间。咱知影咱会归属伫倒位，咱也知影咱的隐形的愿望伫倒位。虽望人生的中间，好啦，有人食百二，有人食百五啦，但是呢，有一日总是会离开。
咱的肉体渐渐咧衰残的时阵，咱的心灵我都一日胜过一日无。当咱有一刻，咱需要去面对上帝的时阵，咱有需要去面对着迄个审判的时阵，咱今仔日伫主的面前徛立会条也无。所以，恶梦的本身是啥物？恶梦的本身就是真做咱的动力，互咱知影今仔日咱所活的，咱所付出的，毋是空空，毋是白白。咱今仔日真侪人拢知影，要爱有健康的身躯，一定爱啥？爱运动嘛，然后咧，爱轻嘛，爱食营养嘛。但是今仔日，咱拢无安尼做。咱干呐？咱去找医生的时阵，我甲遮家庭医师咧讲话的时阵，家庭科医师就甲我讲，伊讲哦，即卖人因为素食文化，逐项拢要紧呐，所以哦，我才足疼的。啊，来的时阵呢，一定要马上好。啊，若马上好，你讲这个人是名医，对不？啊，结果呢，伊给你开重药啊，啊，重药落去，这个所在好，啊，另外所在呢，迄毋是我负责的。尤其是美国，美国是一个更加足趣味的。我感觉咱应该咱台湾的医疗应该引进来到美国，和美国学一下。你美国上目枢纽就好，腹肚疼，哦，腹肚疼去看，看肠胃科。常规看看，你再去看妇科，啊，就去挂妇科。啊，妇科了，啊，这是你应该去看这个什么？这个你的什么？脾胃科，啊，就去看脾胃科。啊，过来，啊，不是，啊，这应该是看什么科？到尾嘞，迄拢都不是我的问题。到尾啊，他的太给他到尾嘞，哦，都不是这个问题，是因为副甲状腺的问题。所以你发觉无？兄弟姐妹，咱求主的灵，咱会当知影，咱有一个恩望，这个恩望的背后。就是有一位上帝，伊咧主宰，伊咧掌管。咱今仔日要靠家己来计划着咱的人生，甚至咱要计划着囡仔的人生。但是咱知影，所有人生拢总伫上帝的手中。既然是上帝的手中的时阵，那呢，你我是不是愿意学习 let go and let go？ 好，咱伫主恩惠中间会当知影，咱需要活出着济济的规矩来。无论是人义的规矩，无论是坐坐咱伫外面中间所人所看到的，对着规矩，你会当知即张是啥物树。所以，你的身上的行为，佮做你表现出来，你讲的话，予人会当知影，你背后中间的中心思想是啥？是你基督的管理下面，还是你今仔日游玩咧做主？虽然咱加做基督徒，咱来到教会中间，但是咱所讲出来，咱所想的游玩，毋是伫圣经内面真理的时阵，兄弟姊妹，咱就需要检讨。那安尼，咱敢真正是一个有恩望的人吗？所以，伫这段圣经的中间，伊有所书讲啥物？十七节、十八节，求咱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迄属人智慧甲启示的灵赏赐予咱，予咱知影真正知影伊，并且照明咱内心中间的目睭，予咱知影伊恩条是何等的恩望，伫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你发觉无？这就是啥物？咱。只有一条路，就是在基督的里面，只有什么？通过着耶稣基督，让咱知影伊恩条是何等的恩望。上帝好条人，的确不是偶然的，不是随便阿妈阿哥叫的。今仔上帝恩典，就是让咱有机会知影咱家己真实的身份，并且知影咱家己是何等的宝贵，和伊在圣道中间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的。奉献甲荣耀，所以这个恩望的本身就是咱所要得到的基业。所以兄弟姊妹，属灵福气的本身就是让咱会当抓到上帝所要给你和我的恩望甲确据，并且咱每一日无论啥物款的境遇，咱拢会当欢欢喜喜来过伊所享受爱咱所过的日子。咱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通过着这段圣经，搁再一遍予阮看见着属灵的福气。主啊，不是只今生看得到的产业，更重要的是那个永恒的恩望。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到你，打开我们的耳孔，让我们能听见你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打开我们的心门，可以让你入在我们的里面，每一日有圣灵的管理和引导。但愿主的恩光、上帝的灵继续看顾阮在座每一位，无论伫现场、无论伫网络中间，拢会当做伙，互咱、互阮会当同跑、同心奔跑这条天路。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
阿门。